肾虚多淫，肝虚多软，脾虚多痰，一盒中成药补足五脏虚。中医理论中啊，人是以五脏为中心的，哪个脏出现亏虚，身体都会有对应的不适症状出现。以肝脾肾这三脏为例，肾虚多淫，肝虚多软，脾虚多痰。今天啊，就教你如何补足五脏亏损。我们先来说肾虚多淫。肾是先天之本，藏有先天之精啊，也就是生殖之精。肾脏啊，就主管着我们的生殖功能啊。为什么说肾虚多淫呢？肾阴亏虚的人，虚火旺盛啊，老有一把火在那烧着，就容易想入非非，欲望比较多。但实际上呢，虚火扰动精室，精关不固，所以实际上能力是下降的，往往是敏感易泄，平时都还伴有腰膝酸软无力、口干舌燥、失眠盗汗、手脚心发热等症状。你看舌头啊，舌质很红，舌苔少，这个时候呢，可以参考一个知柏地黄丸。肝虚多软啊，那为啥肝虚多软呢？说到微软无力，很多人还是会想到肾，觉得是肾虚了，但是补肾效果却不好，其实就是忽略了肝。中医认为呢，肝主藏血，能调节全身的血量，同时又主筋脉，其中就包括了宗筋。那么宗筋的血液是否充盈，就是由肝呢决定的。肝血不足，不能下注宗筋，就会出现微软无力的情况。这种人呢，多还会有眼睛的干涩、模糊、手脚麻木、抽筋、脸色发白等症状，舌头呢也多是淡白的，啊，可以参考一个归芍地黄丸，滋补肝肾，补血养肝。最后是脾虚多痰，有的人呢平时总是痰很多啊，白色为主，感觉总也吐不完，还总是感觉啊胸闷、恶心、不想吃饭，胳膊腿发沉、不爱动，啊，这种人呢，痰不在肺而在脾。中医认为肺呢只是痰的容器，脾才是痰产生的根源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脾的主要功能呢是运化，其中就包括了运化水液。如果你的脾胃虚弱，水液代谢失常，停聚在体内，时间一长呢，酿湿成痰。这种情况呀，就需要健脾化痰了啊，可以参考一个二陈丸。但是在这里啊，崔医生要提醒大家一句，用药呢一定要谨慎，如果你有需要，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用药。